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崇州市，我们受邀来到了一个小麦的一个基地，都是用了巧克力，效果很好，我们就受邀来到了这里，我们来做一个回访。你好刘总，你说这后面这批小麦都是用了我们巧克力是不是？啊，都是用了的。啊，用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用法呢？我是喝了复合肥以及喝到沙牙鸡的。大概一亩地大概撒了好多啊？一亩地大概撒了45斤。用了巧克力之后，你感觉跟往年的小麦之后有啥区别呢？顶系的比较发达，调子也比较长。你觉得，我们这个用了巧克力之后，往年的那个产量会不会有所增加呢？顶样子是绝对增加。我们用过巧克力的12亩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12亩现在已经是已经收割完了。我们每辆车回去都要过了下秤是吧？嗯，啊，都过了秤。12亩产了多少啊？15,300斤。一亩地的话，1200到1300了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对比我们去年的话，我们一亩地是多少？去年就是878样子。就相当于说，用了巧克力，今年我们增加了将近300斤。现在我们就站在了我们这个用过巧克力的地里面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来个实地测产。右边这个的话就是用过巧克力的，左边这个是没用。各取100粒，我们测一下它的一个重量。巧克力100粒我们已经取出来了，现在的话我们就来取这个没用过巧克力的，取100粒，也是摆在这边。好，现在我们数量已经数完了哈，我们来测一下它的重量。这边是没用过巧克力的100颗哈，我们先把这个归零。没用过巧克力的它是7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测一下使用过巧克力的之后的，也是这边同样的100颗。现在这边使用巧克力的它是8克，就是同比100克的情况下，我们使用过巧克力的比没使用过巧克力的，每100克的话它要重1克。啊，就是说我们巧克力的话也是用在小麦上面的话，这个效果也是实实在在看得见。啊，对对。不管品质还是产量，我希望到时候叔叔也是继续支持我们。